干得还不错。谢谢主任。あの男は逃亡する可能性がある。偽の情報を発信し次第始末しろ。は。哎呦，太君，您来了。我要的书到了吗？还没到呢，需要等一个星期。你的店该关门了，要本书都到不了。我不要了。写真ができました。山本さん、特捜部であなたのことを調べてると聞きましたが、何があったんですか。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友達ですから。殺したのか。バーン！我们不是朋友。哎。谢谢主任。坐。绝没有透露，我们才是自己人。我们去书店，老板跑了，是不是你暗示给葛十三的？我没有说错话吧？您刚刚都是有监听的，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在说。我对黄俊安是绝对的忠诚。可惜，你可以洗个眼先。我想用手沾着水，在桌上画个圈，都可以通知他。Thank you.
前には一つ聞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前回諜報部は私を攻撃するためにイーシャオティエンが艦長であることを伝えてきた。そして私にあの女を殺させた。そしてまた今日諜報部の横山はこともあろうに山本もお前の口から直接聞かせてくれ。本当なのか。もしこの情報が間違いであるならば私は徹底的に諜報部と横山を糾弾してやる。それは本当だ。なぜだ！お前は私の弟だろ。私の弟だろ。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你现在是在我们的国家，你现在是在中国。你杀了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今天要一刀一刀活剐了你。奎托，誰のことだ。趙知義は貴様の言う駅さんだ。我真的没有暗示他，我还想活命。我要是暗示他的话，我肯定早就跑了，我就不会留在这儿。霍主任，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怀疑我，说不定他觉得我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还有，他又问我手是怎么受伤的，要是因为这些东西他怀疑我，他就这么跑了也不一定。主任，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暗示他，我也没有通知他，他跑了跟我没有关系，主任。主任，你要相信我。主任，你乱走了，要他们。覚えているぞ。弟の敵を取ると言ったな。生きたまま肉を一枚一枚削ぎ落とすとな。ならば今教えてやろう。それでこそ私の見込んだ男だ。よかろう。
こうなったらもう民族も戦争も関係ない。これは私とお前の敵討ちの問題だ。だがここの人員は全て私の部下だ。お前には不利だろう。どうだ男同士、一対一で決着をつけようではないか。喜欢我的，我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人。你要是明确告诉我你不喜欢我，我不会再来找你。就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吧。我心里是喜欢你的。
主任，主任，看在我为皇军做了不少事的份上，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主任，说。我知道这一次你们肯定饶不了我，能不能等我老婆回来了，让我见到她最后一面？好，我再信你一次。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主任，你说，我一定按照主任说的去做。我们特勤部即将展开一项秘密行动，偷袭敌军中条乡四零。你熟悉那里的环境，你也跟着走。 或许你可以给我们带路。是，是，主任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飞行大队准备好了，你去跟着走。飞行大队，秦美的同学啊，主动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他和同学们在前线呢，为友军演出。老师好。极大的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演出结束后呢，他提出。 想留在山区的一个儿童教养院，在那里教孩子们。学校研究后呢，同意了他的决定。情况就是这样。主任，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啊，不客气。报告，媳妇儿。哎，关门，关门。局长，来。 到了啊！哎，谢谢局长。我跟你说，坐。你看，上次啊，你报告的关于国民党内部有个副总参谋长可能被日军策反的事情，我们查了，此人叫孙敏，原来呀是西安行营的一个副总参谋长，后来呢西安行营解散了，就到天水行营还当副总参谋长。此人是日军陆军学校毕业的，是国民党内的知日派。 更是亲日派。哎，最可疑的，此人是孙伯龄的二叔。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清楚国民党国防部调拨给96军那批德式装备事儿。那就是说，他们在战场上缴获的那些日军的德式装备，就是被调包的那些武器。对呀，现在看来，此人最有可能也有能力把这桩事情给完成。 哎，你说这国民党内部，哎，他这么高层都混进了日军的特务和汉奸，他们能在战场上不一败涂地吗？哎，你觉得这个孙伯龄有什么问题吗？我觉着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这个人在部队上和在地方上影响都很好，而且我认为他不像是那种贪腐之人。 再说这批武器是为了武装他自己的队伍呀。行，我赶紧通知国民党方面，让他们铲除这批害群之马。局长，我，你有什么幺蛾子了？我想请几天假。嗨，我说什么事儿呢？我本来就想让你休息几天，你说你刚回来，总得适应一下子吧。我想。 去中条山一趟。
啥这是？前面是什么村子？上关村。好，谢谢。哎，兄弟们，赶紧通报你们上级的领导，我刚才在后山坡发现了100多日军，我怕他们是来袭击你们指挥部的。你谁呀？干嘛的？哪有日本鬼子呀？先给我搜了。啊？哎，日本鬼子是吧？我看你就像个日本特务，这是我缴获的日军的枪。怎么了，调查员？这小子说后面发现100多日本鬼子，可是他用的是个日本枪。哎，我没骗你们，真的。我发现后山坡有100多日军，你们赶紧向上级领导通报一下。你说梦话，这里地处中条山腹地，四周都有我们的军队进来，100多军队进来，我们会不知道？我骗你干嘛呀？你派几个兵去查一查。我凭什么相信你？你用的都是日本人的手枪。哎，这是我在日军缴获的。要不这样，你们独立团是不是有个叫常二宽的？现在是营长，他能证明我的身份。你去问问他去。你认识常二宽？我当然认识了，那是我兄弟。你知道他吧？我太知道了，因为他涉嫌通敌，我曾经两次调查过他。他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你找他来给你证明？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把他给我带下去！哎，走，我是来帮你们的。是的，走，你赶紧派俩兵去查查，找两个机灵的，到后坡去看看。不是，你还真信呢？看看就知道了。你们几个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你去前面看看。
呀？也许是谁的枪走火了吧。수신해근본인사로워라는고도가빠르다요때요리하이크대기관시키고공격스루하이근본근본워라는고도가빠르다대신2小队迅速换上老百姓衣服迅速攻击敌军指挥部하이이小队出発
风拂柳笛声残，
是幻觉。